It's go time. 你电影还有多久？非常谢谢我 CA 无敌三十几伏还可以快速前进哦，哎，那后面就没有无敌了吗？哦，好妙。Let's do this. 好久没有打内需了。这角落才能就是你哦，那蛮好的，因为你们那个旋风可蛮好推人的嘛，角落还蛮好的。Round one, fight.哦，真的不会，没有，我几乎没有 ，S2 没有打过内需。够远。中拳是一定不能乱按东西。差点接到了，干，我没对空哎、欸！啊，我输了。我的汉堡皮是否变厚了？谢谢 Ico Say，Ico Say Hi。你现在脚刀挡住，随便都能确反，真假的？这么好？
感觉幽灵真的好强哦，像我只是拳脚按一按，真的很强，太好了，肤浅肤浅，爽啦！求头盔奈许，头盔奈许，捞鸡七，谢谢。哎呦，那个是连招哎。有认真练这次吗？我觉得认真练跟不认真，这个很笼统啊。说不定你觉得很认真，可是我觉得对，可能你觉得不认真，可是我觉得很认真啦。对啊，怎样算很认真呢？每天玩一个小时，对我来讲就是超认真的。虽然我，所以我也没有玩成那样。可是搞不好你会觉得说，要像职业选手每天玩八个小时才认真啊，所以很难去讲吧，我觉得。我 S 二刚换的时候，那个有开练习模式，打了大概一两个小时，然后之后就跟大家一起，就要听一些就是有在对战的研究一下 frame 数，了解一下，边开台边学习这样子。是四大哥啊，糟糕，
欸，我有放大欸。正经腹肌是复人数吗？对啊。干！今天一直失误哎，好惨啊！挖下段，你知道？可是我就是一个，因为疏于练习，所以套路频发啊，套路频发就，如果乱了的时候，就自己也没有别的东西，就只能反射按一些自己之前练过的东西，就是这样子。背太神秘了吧！哦，好厉害！这个永远看不出来。其实我真的没打过几次内许，大概两次吧，对不对？观众里面好像也没玩内许的、啊。哎，这么快没了。不会啦，尤里安。没有，我觉得尤里安你真的要练到很强很职业，那很难啊。可是如果他只是拳脚按一按的话，他的拳脚的性能是好的啊，就我觉得新手也蛮适合的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去。You win。只要不卡键，一切好说。自动被踢背。
哇，一阵踢，一阵踢反真的看不出来。新手推荐什么吗？新手就玩自己觉得最帅的就好啦，你就不用管那么多啦。还要练个简单的，更没有简单的，这又不是英雄联盟说换脚就换脚。哎呦！对攻反应好慢、欸啊、哇老桑奶超大新手就是对啊，看谁比较帅先玩谁。对啊，我说我认真的，你就玩，你就玩觉得帅的啊。欸、角刀刮下来不是说随便都可以劝吗？怎么每次都感觉是他有力呀、啊？不知不觉要晕了。啊！我里面脚都放太快、欸。哎、欸、呀，这个真的。这个就可以了吧？哎、欸、干！哎、欸，那个应该直接中脚就打，可以打 CC 吗？升 EX 他的那个脚刀打完，应该重拳可以打 CC 吧？不可以打 CC， 太过分了吧？有一种暴力，该温柔一点了。干，该温柔了，我要再温柔。这场温柔完应该就差不多了。Round one, fight.干，我每次
机器脚好像还是难，我觉得好难。干，到底可不可以去啊？那个，这个确认好爽哦！开场就扣半条，啊！别再拉开啦！干你老师！直接把他打掉！妈的，我一直失误啊！发射门可以在空中却反啊，好难呢、欸！别别别！感谢